啊！现在人称佛教是宗教，释迦牟尼佛听到有个叹气，冤枉啊！他不是宗教啊，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呐、啊！怎么可以说他宗教呢？啊！一生教学，我们要是从经典的细心去观察、了解他，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一回道道地地的。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啊，他一生给我们所表演的，那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啊，他教学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。 嗯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有婆罗门教，啊，有许多的印度宗宗教的时候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有教无类，那、啊、他不拒绝，他也不去改变你什么信仰什么宗教，他通通欢迎呐、啊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。 啊，他教的东西怎么个教法？应界生定，因定开会这是他教学的总纲领。啊，首先叫你持戒，持戒守规矩，听话。 把你的心定下来，啊，所以定下来，烦恼、烦恼、习气，通通放下，心就定下来了。啊，心定下来之后就开智慧了。啊，所以心定了就是清净心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呀。啊,啊，浮动的心。 生烦恼啊！我们中国人所谓“心浮气躁”，心浮气躁生烦恼啊！清净心生智慧，所以修行第一步要得清净心。得清净心的人，在佛法里面讲。 你第一个学位拿到了，阿罗汉啊！你看阿罗汉见识烦恼断了，心清净了啊！这头一个学位呀、啊，然后继续努力啊，把分别也放下啊，阿罗汉。 他的功夫是放下执着啊，执着就是见识烦恼，分别就是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讲的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比喻些多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就是分别了不分别了，与世俗世间一切吧不分别，啊，没有这个分别的心，啊，境界在面前清清楚楚。 那是慧，不分别是定，这个定比阿罗汉定高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个学位名称称菩萨，啊，比阿罗汉高了，啊，到最后，最后的一个一个阶段是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是妄想断掉了，啊，无时无名断了。 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这个断掉之后呢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到阿罗汉的境界，六道没有了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到佛这个境界的时候，十法界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先起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。 我们看到，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华藏世界，啊，那个世界的居民真的所谓长生不老，啊，寿面寿无量寿，啊，人没有老化的现象，啊，真的是。 完全是年轻的像没有老化的像啊，花草树木常青。啊，没有像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是春生秋长。啊，没没这种现象，啊，没有这个变化像，是永恒的，真有这个世界。 啊，我们在今天他讲的这些道理上，我们明白了，有理论可依据。他为什么不老化？因为他没有分别之处。我们这个世间人为什么有老化？有分别之处。花草树木为什么春生夏长？ 它也有分别之处，花草树木有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。为什么山河大地也有分别之处？无蕴嘛！啊，江本博士那个水实验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啊，你看他能看，他能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 那、啊、我们赞叹他，赞美他啊，他的表现的捷径就非常之美。我们回应的啊，我们骂他，讨厌他，啊，他反映的是很丑陋。嗯、他他有分别之处。啊。现在科学更进一步发现，他还有记忆，有记忆可麻烦了，你要得罪他，他会报复你。 啊，那我们现在科技发达，我们破坏大自然这个这个生态环境，大自然有记忆，它有这个怨恨，它来报复我们，所以有什么这个火山爆发了、地震那什么万一它这它来报复了，不是神话了。所以这一个这一个资讯，我们希望能够在。 得到这个光碟啊，我们大家看,看，谁有记忆啊？这是一个代表。所有物质现象啊，那现在被科学证明了，正如佛所说的，通通是五蕴，都有受想行识。识就是记忆啊，受是感受啊，想就是分，就是分别。 心就是执着啊，识就是就是无始无名妄想，它通通有啊。啊，动物表现的明显，啊，矿物表现的不明显，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出来了。啊，你。 山石泥土，我们都不能得罪呀、啊。何况树木花草，又何况一切动物啊！所以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，把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啊，越来越真实，这好事情啊，我们不能不相信啊。 啊，随一些现象，不要执着它有，也不要执着它无。啊，有无都不可得。我们在讲堂里面，常常用电影来做比喻，用电视来做比喻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习，可以说。 大多数的同学都是通过网络、卫星电视在一起学习啊。网络你同时可以看到啊，卫星电视的传播呢，大概要一个月之后，因为它要有后置，它要把字幕做上去啊。那么讲到诸法摄相，你细心去观察。 我们电视的屏幕真相是什么？我们把屏幕比喻做。自信啊，摄像摄像无相啊，真的是无相啊！你不能说它真的没有，频道打开，摄像就现前了。 啊，这个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啊，天天在摆在眼前的。这色相现前，你不能说它有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你频道一关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了；换一个频道，你就换了画面换频道就好像是法界。 啊，那佛法讲真忘忘的是会变的。屏幕当中的色相是会变的，刹那生灭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“一弹指，三十二亿八千年。啊，每一个念都有色相。 都有受相现识啊，迷的时候叫受相现识，觉悟的时候，受相现识没有了，变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真的了，见闻觉知，这是自信里面的智慧的相啊，但是它不现前。 啊，它确实有啊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无啊。我们用屏幕来比喻啊，频道关起来了，你不能说它里头没有摄像；啊，频道打开了，摄像现前了，你不能说它真有。我们整个宇宙情形呢，跟这个很相似啊。 你要懂得这些大道理，你每天打开电视，你就从这上去看，啊，看久了会开悟，一个道理。啊，这个事情一在过去真难懂，我们对于古来的这些呃祖师大德们，啊，他们读了佛经会开悟，我们佩服到五体投地。 啊，现在有这么多科学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，啊，这个相似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容易体会。他们没有这个点，他怎么能够体会到？啊，从这个地方呢，就从电视屏幕，你就入不二法门了。啊，有无不二啊，这空有不二啊，屏幕是空啊。 频道里面这个这个这个这些这个色相是有啊，空有不二啊，在心经上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你完全看到了啊，它是一—一，不是二啊，这是最高的哲学。 啊，如果从缘起上来看的时候，它是最高的科学啊。啊，宇宙的起源呢、啊？万物的起源呢、啊？生命的起源呢、啊？这佛家讲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啊，你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。啊，你完全回归自信了，对吧、啊？回归自信。 就是成佛啊！佛的这个教学就圆满了，就毕业了。